现在中秋节要到，但是却有双排来搅局。现在呢，包含的水利署是错了蛋了。经济部水利署长陈生贤说，相当的忧心这个巴马跟米勒双排会形成藤原效应，互相牵制造成灾情。那么陈生贤也说了，水利署呢，除了针对南部地区的河流来进行紧急的疏通跟河道的疏浚之外，现在也加强了地方政府的灾害演练了。而台风的最新动态，我们就要请戴立刚来告诉我们。